手谭瑞武，现在谭瑞武呢是处于领先，2-1领先，同时在第四局还7-4领先。现在谭瑞武发球，机会，这球拉的位置比较好，到中路。那如果谭瑞武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话，那今天的比分就打到2-3。在明天下午2点，中央电视台仍然将现场直播第二阶段的女团比赛。所以这样，欧洲明天还有一线机会，还有一线希望。对，他争取打到3-3，完了以后都打决赛。没错。其实现在从历史上还没有过。嗯。就输赢的话，都是在这个前十场就解决了，没有打5-5的话决一场，这个也是蛮刺激的。其实。削一板，漂亮。今天这个谭瑞武啊，这个反手削球用的比较多。啊，这个生胶这也是他的一个局限性啊，生胶一旦退到远台的话，很难像反胶一样反拉呀。现在9-5，谭瑞武发球，机会侧身抢拉，双方变了个大小。所以谭瑞武他得特别讲究，因为他力量比较轻，打个突然性，打个落点。你看这个球里头，他这个球轻，所以唐鹏可以比较从容的回击。没错，左手对右手，这一板斜线啊是致命的。啊，这样到了赛点。10-7。啊，今天呢，这个结果如果说谭瑞武赢了的话，2-3，啊，这个结果应该说还是，对，双方都能接受。啊，为明天的这个下午2点中央台直播的第二阶段的五盘比赛，啊，也奠定一个好的基础。因为明天的这个位置呢要换一些。汗毛。欧亚对抗赛呢，在整个的世界乒乓球的比赛中，奖金也是比较高的。对。李长，您对今天整个比赛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今天的比赛来说，从这个运动员选手这种知名度来说，虽然说的还是差了点，但是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双方面运动员这个态度很认真，相对的发挥的也还把他们的水平倒都向观众展示出来。因为这个是，如真的说实话，像普尔也好，奥恰也好，老桑也好，他们要真打的话，这高水平的运动员他有一个气场，他有一种竞争的氛围，可能咬的会更狠一些，悬念会更多一些。哎，按成绩来说，欧洲队赢2场来说，我开始临赛前也说的嘛。啊，这个克里桑跟高宁算一场，这个球里头如果打好了，有点机会，有悬念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啊，这样谭瑞武呢侧身啊抢拉一板之后，以11-8就取得了这一局的胜利。这样谭瑞武对欧洲代表队又得到了宝贵的一分。到目前为止呢，亚洲队是3-2领先于欧洲队。那么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中央电视台第5频道呢继续转播。在这个张家港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亚欧乒乓球对抗赛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感谢李晓东教练，谢谢，明天见。